要摘这种尖尖上的，就嫩一点。我婶婶说，上面好多都有虫眼，被虫吃了感觉。摘了这么一盆应该够了，再摘几个红辣椒炒在里面，颜色好看一点。看我们种的辣椒，今年辣椒非常的多，而且都长得特别旺，今年可以自己做一些剁辣椒了。再摘点这种小米椒、朝天椒。今年这辣椒多是多，而且长得非常好，但是雨水太多了，好多都烂掉了。现在要赶紧把这种红了的要摘下来，不然都烂完了。你看，好，回去炒红薯藤了。我给你做个耳环，要不要？做个耳环，做一对。哦，我知道，可以。小的时候经常玩。像这种红薯藤之前在我们农村都是喂猪的，今天我们来喂猪。喂人，喂猪喂人。很多。对，没事，猪跟人一起吃那差别也不大。不是，人家网上说这种红薯藤吃了很好的，防癌的。反正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小时候我外婆带着我经常就是没菜了，做一顿红薯藤给我吃。对，那时候没菜只能吃这些。但是你说这种东西健康呀，你看一个红薯一个花生种下去就那样，再不管了，也不用打药，对吧？纯天然绿色无污染。哇，牛逼，牛逼 plus。 再来一个吧，就协调了。相信好多朋友也玩过，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玩，就是小时候玩那种过家家。对，哦，你说下面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去林关街走一圈，你就是最靓的妞。真的呀？嗯，我也觉得好看，好看啊！不用剥得太干净了，留点皮子还脆一点。那直接别剥了呀，更脆一点。要不要剥了？我剥的我烦死了。随你呀。我急得很。那不剥了，就把叶子摘了。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不吃喂猪。啊，就那叶子可以拿去喂兔子。好，等一下这个。来，我来洗，去喂兔子吧。现在还有的吃，早上我在陈伯伯那里摘了一点给他吃了。嗯，好，不够。再洗第二遍，洗干净，剩下的就给交给阿芝了。剩下的我就不会了啊。你还有一个会啊，切吃哦。你切的长我就吃长，切的短我就吃短。我切成末，那我就吃末。是吧？半熟的。炒红薯藤用猪油炒，炒出来更香一点，炒得香一点。中午我把我的一个好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一香一香。不会又是坑我的吧？坑你我狗行不行？我是多多妹妹。放点生姜大蒜，放辣椒，红薯杆干，这样看有点像蒜苔，很像哦，但是比蒜苔更好吃。对。
坐吧，能吃吧？我今天的食量特别大，我觉得。好，那我去。因为有好东西。现在阿芝来炒个油豆腐，等一下我自己来炒一个菜。鞋鞋去哪里了？哎呦，鞋鞋嘞？脚好痛，不穿鞋你不痛谁痛？不过来，轮到我上场了。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。阿芝知道这句话是来自于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你 out 了，来自于王者荣耀。我不玩游戏，你不知道。对，你只玩那些消消乐，哈哈，冰果消消乐呀，开心消消乐。油现在已经烧热了，我准备开干。炒的好不好吃，反正这个架势是很足。哇，这个菜籽油好香啊，烧热了之后。下辣椒。现在辣椒爆香了，然后把我刚从我伯伯家挖的豆豉放进去。自从那天吃了一餐之后，我就爱上它了。小炒豆子，然后加水进去，把那个豆子煮开。看，我炒的菜像我一样美，咕噜咕噜，可以出锅了。简简单单吃个午饭，全是素的，皮蛋、红薯藤、辣椒炒豆豉、辣椒炒油豆腐、炒土豆丝。现在天气太热了，吃不了荤的。看，这就是我来招待你的阿芝，勇哥，嗨，真香，几十块钱呢，跟你讲，比你在我们零花店买的那个啤酒绝对好喝。不喝，我也不知道绝对不绝对啊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。这是我那天在罗永浩罗老师的直播间拍的一箱那个什么，凤梨啤酒，金旺凤梨。我看他们当时直播间喝的好香啊，我就拍了，还送了个起子。这里面是有六瓶，花了好像是60多块钱，当时是领了一张10块钱的优惠券买的。很香，我感觉我都能干一瓶，勇哥，跟果皮一样。我下午要交视频。给阿芝一瓶，我来一瓶。你喝我就喝，你不喝我不喝，我肯定喝。你就是个坑，我肯定喝，我发誓。好，来，一瓶吹，不吹了。我闻闻，最香，真的跟果皮一样。爸爸，还是像啤酒的。那反正也不错。吃豆豉就是要这样，盛一碗饭，多盛点豆豉，盛点汤，拌在里面。好，嗯，好香，简直绝了！我炒这个豆豉太好吃了。再吃几根红薯藤，这一碗饭就可以下肚了。干完，大嫂还要不要了？你感情深，一口闷；感情浅，舔一舔。我看你是舔，我学的阿芝的。我倒要看你是舔还。我这一瓶喝下去用3天，我看一下它这个度数是多少，应该是10度吧，10度还是12度，4.3度。那没度数，但是喝下去还是很辣。你不要起子啊，那有起子，不对的，厉害哟，他直，我以为他直接拿那个筷子挑开是吗？嗯，来，就是叔叔。现在不是来很流行那种戒指一弄就开了吗？对，干杯，戒指咔嚓一翘就开了。对，妈妈，好不好喝？这个家里买的好喝还是这个好喝？说一口懵了。可以干。这个好喝还是那个家里买的那个好喝？可以干菠萝口。哎，不错嘛。
一喝就喝到了，对，它是凤梨的，你看菠萝啤酒，一瓶10块钱呢。家里买的那个多少钱一瓶啊？勇哥，18块。哪一种？就是你买的那个这么高，也是这个颜色，一提的那个，16块。那个是什么啤酒？燕京跟那个梨泉。哦，对。好了好了好了。